他说开始你就开始讲了啊。开始。哦，开始了。这是看到张卫军老师，寄给我的材料，我非常高兴，也很激动。知道我们交大的校友们，在北美，这个汶川北美3000英里啊，这个虚拟马拉松啊，这个表示呢，我们的校友啊，交大的校友都有个远大的目标啊，同时呢，目标定了以后呢，都是艰苦奋斗。一定要努力实现的，所以体现了我们交大这个精神。我们这个交通大学呢，有时候要门基础厚门槛高，重实现另外呢，爱国爱校的这么一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交大呢，要进来啊。进交大其实很不容易啊，要考取交大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这个1948年进交大的要有4个人考才能够录取一个，所以我们交大的每一个学子呢，在学业上考进交大啊很不容易的，所以门槛高啊，基础厚，进来了以后呢，基础打得很好。到最后高年级的时候重实现到工厂来去实现这个经受实现的很好的锻炼。所以呢，我们交大的学子每一个出来了以后呢，都是很棒都是为国家甚至为国际上面努力奋斗做着很大的贡献的。我深深祝愿我们交大的学子们，特别是在国外的我们交大的学子们在这个艰苦奋斗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个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贡献。这个欢迎啊我们校友们有机会呢，一定再为母校来看看对母校有什么希望，有什么建议帮我们都出出主意让我们西安交通大学呢办得很好做出更大的努力，取得了更大的成绩。